当有冲突紧张的时候，妙招就在于把这个力道给卸掉。卸力的本质就在于转移注意力。说到此处，还有一事，我有一个朋友那天跟我讲了，他说呢，他小的时候啊，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啊，他父亲呢娶了三房太太，他的前大妈二妈，他是三妈的啊，大妈二妈都死了，那后来就留下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，他父亲呢比他母亲呢要大将近20岁，他的母亲就这个我这个朋友的母亲和他大哥差不多年龄。好了，就这么样一个情形之下呢，他爹呢又很有钱，于是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呢就恃宠生骄，老头呢就越忍就越不可忍，老太太呢脾气越来越大，我这个朋友呢亲妈呀，他看见他亲妈有时候觉得哎呀爹不容易，但是呢也不能批评妈，只能是跟妈说妈的好话，跟爹说爹的好话。后来呢他爹呢就最后弥留之际，他握着他爸的手说，爹您就愉快地走吧，刑满释放您安乐吧。他爹点点头，眼泪就下来了，安然地走，一脸的刑满释放犯的样子。我这个朋友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，眼中带泪，口中带笑，哭笑不得啊，这个情绪非常复杂。在这个事情上里面，他说要让父母高兴呢，第一位的是你真正的要站在父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把他们一方面当父母，一方面当小孩，还有一方面当常人。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吗？60岁的跟3岁一样，70岁的跟2岁一样，80岁的跟1岁一样。啊，这个父母到了80岁以后啊，基本上就跟小孩子一样了。正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，我们年轻一辈就更是要学会尽好自己的孝道，因为你做的今天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将来你儿女对你的一个翻版。啊，说回来，说到这个子女教育啊。要让尽可能的让供养的要让和悦之色。